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空飞腾的郑星慈。我觉得黄金猎犬就是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忠心专注。我对于唱歌也是这种心态，我就是很想要专心的唱歌啊，不想其他事情。老师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又是那个犬类的黄金猎犬，已经被。但是我的面具有点像猫，不是有点，它就是猫本人哎。对，因为。那个文具店没有黄金猎犬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不会。来，另外一位同学，嗨，我是来自绽放娱乐的空间。我选择狼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有领导能力，然后想要驾驭各种曲风。我想把 R&B 这种曲风的歌唱到最前线。我觉得郑星慈真的很会唱，在旁边听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紧张。可是我觉得我的选歌还不错，所以我有自信。每天都想可以快点见到他拉他的手，知道他也是擦拭他的位置，来电来了好几通。正当我想起 baby， 希望他马上就来。你会发现他的手机没带，太意外。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，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。我不是他的菜，早该把手松开。
而且他刚第二个女生后面那个屋，对哦，最后那个收尾，起鸡皮疙瘩。郑兴慈对巩洁恩，我觉得就是完美对个性。我觉得郑兴慈，你刚刚唱那首歌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那首歌了，陈琳老师也是，然后好爱。你知道原唱洪佩瑜，他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，就是他的主歌有好几个音，他其实你就觉得他的 pitch 低不下去，可是他那个低不下去却让你觉得很有味道，很好听。是。然后我刚刚一直在找你有没有那种会让人揪心的点，但是我听到后来我发现其实你唱歌是很完美的。然后别问很可怕，这位同学，对，你就是帅到爆，就这样，你就是帅到爆。好，我们应该先投票好了。好啊，那佑嘉先好了。那我投给他们两位，完全诠释了什么叫舞台魅力。你在台上的气场很足，我就觉得很享受。你们可能都会比到蛮后面的阶段。那我投给杰恩，谢老师。我也投给杰恩，谢老师。对，我也投给杰恩。会心理上还是会有点吓到，因为毕竟以前也参加过比赛，第一次觉得在失败区，以前跟现在真的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跟我队的对手，我也很喜欢他。哎，杰恩，你把你的面具拿下来。杰恩的声音很好听，谢谢。那你想选择的组别是歌唱组。OK， 好，老师，恭喜，席位越来越少啦，歌唱席位越来越少啦，歌唱组快没位置，一定都会进。想起你美好的模样，鸵鸟和云南不听话的老师同学，害怕他们互相说悄悄话，我把罪恶都犯下。选得不错，选得好。 OK， 小师支持你。 Baby, I want you to know, oh, oh. 真的是可以当 model 跟演戏耶，鹦鹉。好的，拜拜。 Oh, I, oh, I, oh, I, I'm in love with the body. OK， 下一位。老师好，大家好。爆，这是爆没错吧？黑爆，黑爆，准备好就开始。
又美又性感，我的妈呀！